2 years ago today, the Home Office launched the Hong Kong BNO visa. And since then, over 144,000 Hong Kongers have received their visas. 英国内政部在社交平台发文和上载影片，指过去两年有 14.45 万港人经 BNO 签证计划去到英国。不少香港人都说在英国生活就好像回了家一样。影片指香港移民贡献当地经济和社区，包括为国家卫生事务局工作，协助阿富汗和乌克兰难民等，又期待会有更多合资格港人移居英国。英国自2021年1月30日起推出 BNO 签证计划，容许合资格港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申请到当地居留工作，在去年开始作扩大计划至到涵盖合资格回归后出世的港人。当中只要父母其中一人有 BNO 身份，就可以独立申请 BNO 签证去到英国居留，他们的伴侣和子女也可以一起申请。